们演奏的是今年的博士毕业生高白同学，他是于红梅教授的学生。高白同学呢，自附小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以来，经历了有近20个年头。那么他是我们中国所有的最顶尖的民族器乐赛事，包括金钟奖，包括 CCTV 民族器乐电视大赛，包括文华奖最高奖的获得者，同时呢也是国家艺术基金等学术项目的获得者。同时呢，高白同学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还修了作曲二专业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复合型人才。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是由王丹红教授创作的《阿曼尼莎》。这首作品是以一个叶尔羌王妃为形象来创作的，它是一个12穆卡姆的创作集成者和整理者，为我们民间艺术的传承呢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那么在这首作品中呢，二胡以它这种像人声一样的倾诉和模仿这个新疆的当地的民族器乐，为大家展现出了一种神秘的音乐情景。那么有请我们的高白同学和他的钢琴艺术指导老师袁丁老师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